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. 我是来自中国甘肃省平凉市的中国民族艺术家。我来到马来西亚是参加这个马来西亚的 Bookfair。这个中国伊斯兰书法和这个伊斯兰的其他这个起的书法有些不同，原因是中国的伊斯兰书法是结合了中国汉文文化的艺术，有着4000年到5000年的历史，所以伊斯兰这个书法、中国书法和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其中这个写法是不同的。因沙拉，我想有机会的话，阿拉伊语的话，我想开一所这个中国的伊斯兰书法学校。